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Marcus， 来自吉隆坡从事药剂门市。我上老师滴滴课的时候呢，很多时候我 post Facebook 都不是很想收我的钱，也没有说帮我 boost 到很好。然后上了滴滴过后呢，才发现到原来几个 content 几个照片呢，只要有一个 big 的 idea， 我们就可以把它 multiply 成很多种的 content， 然后 post 上去，然后由我们去决定 Facebook 要选哪一个。我看到的成绩就是那个 relevance cost 那个 score 呢，从 average 4去到8，就是说证明说Facebook 真的是选真的 post， 然后 deliver 我要的顾客。谢谢老师。